一到惠州这里就好密集的车啊，看前面那个车挤满了。感觉去左边也不是，去右边也不是，只能乖乖的跟着前面的大巴车。乖乖的呀，车那么多。前面就到了服务区了，就前面这里，沙河服务区。去休息一下，加点油。嗯。刚好有个位置在这，所以我们就停进来了。我们现在去加油，然后全都排满了。应该那里才是汽油吧，多去排一下看看，应该是这里，这里才是汽油，那边应该是柴油。可以支付宝吗？微信。微信啊，要微信哦。可以吗？220。我说我们从重庆到现在一共加了多少油啊？一共加了多少油啊？我这里有写。第一天加满那个不算，因为那天加满跟现在加满差不多的。第一天就270哇，那个。那个不算。不算是吧？就后面的，包含现在的。300加170加175加220，865。800多。嗯。走吧。前面就是出口了，还有700多吧。收费站，请注意减速。哎，收费站了。嗯。就这里过了就不用再给收费了。对。就能算出来我们多少钱。对呀。所有车道。哎，对，特意小五座，拿了多少钱？我们可能600，300多吧。车是185元。哦，我们在广西给过一次。嗯。他应该没算超时费吧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他算超时费会说的。谢谢。来，往哪里走啊？左。对。左边这个位置有左转吗？对，左转。哇，这车厢。两边道都可以。登入口左转，进入飞龙大道。我们算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。好。那个油是800多吗？184这里。油是800-860，你算一下过路费多少？嗯。过路费应该480多。75，第一天75，那个算不算？算了哈。算，从重庆过来都算。939。939。加之前算的那个840。1780。1780。之前算是860的油。860的油。总共算下来1800。嗯。只是带狗嘛，如果不带狗的话也。小心，它这个转弯很大的，小心。那就让它先转呗。我们下了高速之后，现在到的是博罗县。博罗县这里去那个惠城区还要走大概20公里这样子。我们走这个惠博大道。我们现在找好停车位了。对啊，就在我家对面，这里就有个停车位。来，半斤。来，溜你了，半斤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那边可以溜。哎呦！你干嘛扒别人的车？傻逼了！走，快走。对对，走。往那边走，你拖他，他就走了。连个狗都拉不住。往那边走嘛，那边有个车位。哎，刚刚不是还有车位，怎么一下就停了？现在马上就下班时间了，马上会被停了。这里，半斤。幸好我们找了个位置。半斤，你咋不开心呢？咋不开心呢？咋不开心呢？我可很开心哦。住我家你还不开心呢？半斤，半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